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上集今次介绍神秘车仔啦。OK， 我哋开始咯，有一堆嘅。OK， 开始啦，我哋有两层。第一层先啦，蓝色扫把佬车仔。OK， 呢一部喺度，跟住日产嘅，我都唔知咩啦，应该系 GTR，GTR 几多呢部？黑色嘅。黑色应该是赛车特别版 ，DHL 货车啦，黄色嘅黄色 DHL 货车，跟住啦，呢个啦系一组嘅 Thomas 三卡啦，煤炭车加木头车加同埋 Thomas， 呢三卡要博埋嘅，跟住啦就系讲。组电啦，就系啲树啦，就系电工行嘅。咁而家就有 H 五要运，同埋呢个一 set 啦。OK 啦，就系咁嘅，可以拖埋嘅。跟住咧就有呢个蒸汽火车，呢个系 Hero 号啦，唔系一号。跟住咧紫色跑车、银色跑车。蓝色 Tomica 呢个特别版啦，我会介绍多啲嘅一阵间啦。跟住橙呢部林宝坚尼好嘅。OK， 到第二层啦，哇，觉得鬼死咁难开啊！揸住个镜，揸住部机，然后仲要开埋声，真系啦。跟住咧长巴士呢、這个我想介绍嘅。呢个一阵介绍，呢部都系一阵介绍嘅会，呢部就系会一阵介绍。嗱，有五部车就会介绍，呢部就系 Tomica 货车自己嘅，跟住啦，油精红色油精车，香港的士，香港的士，香港大屿山的士，跟住中国啊、台湾都有一部红旗，跟住。私家车咯，我问下呢部 R30 唔知几多，35、34，诶银色版本啦，跟住同埋佢一部金色嘅车，呢啲应该系私家车仔咯，咩牌嘅咧？日产嘅。OK， 之后咧就系后介绍嘅呢个巴士啦，特点啦就系啦后面。佢系大部啲嘅，呢度可以换色带，但我用翻原本嗰个红色色带啦。转得弯亦见唔到，有三对门。跟住必利通呢部车喺百佳度草印花换嘅，几靓系咪几靓？定丑啊？跟住呢部啦，特别介绍噶啦，就系啦，我喺日本嘅大阪梅田 Tomica 专门店自己整嘅，可以飞起对门嘅，跟住闩翻落去嘅。蓝色就红色版本，都唔知咗边啦。将来搵得翻啦，会同大家读特别介绍。跟住呢部就系发电，但系发咗毛啦。原本揿落去就会发电噶啦，要着灯好靓嘅，部红色嘅林宝坚尼。OK， 将来会有更多时间再同大家讲下埋我嘅情况，之后最特别皮皮正常劈劈，跟住呢部特别版车我买，我 keep 咗耐先开噶啦，呢部好似今日定琴日先开嘅。OK， 顺仔条片就到咁啦，希望下次有更多特别嘅车啦，可以同大家分享。记得订阅个频道同埋揿埋个钟仔喎，拜拜。